5点吧，不是，等下5点半要集合吗？还现在来得及吗？哎，对啊，在睡。你好，你好，我好不想起床，救我！要叫我起来了。你好，黄伟优，你这样子，他要生气了，吐了他起床气了。最夸张的是，我跟敖犬有一次就是从下午4点拍到早上6点，连续2天，我们两个就很可怜，然后其他4个在家里睡跟猪一样。袜子在我们家是一种珍贵的东西。袜子哪来的？袜子我自己的，两边我洗，两边一样吗？一样。因为因为我其实我都会偷偷。啊，穿错边了！傻子。甜甜的味道就是寂寞的滋味。鞋子没有甜甜的味道。太早空了，太早就空了。好，走了走了，快出门了。我现在这么早都做效果，就做。不要，我去冲一趟。一下子把你一个大清早的蛋都怎么演出的啊？带我们去看我们白色的天堂。说其实我们是寂寞的，好不好？每天都有肉，粉丝在陪伴着我们。有吧？上车吧。那你们去我们的黑糖玛奇朵。这十几分钟是我一生中最难熬的时刻，因为很烦。很爆吗？像是一个被困在笼子的大猩猩一样，没有办法动。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。然后镜头跳到那个那面，正在睡觉的小猪。镜头在跳到躺在地上的那个位置，一个是阿伟，一个是小犬，然后像乞丐。什么偶像团体？偶像也是需要睡觉，你们不能怪他。小玉起来了，王子你在桌上。每个人固定的专属的卫生，像我就比较密集，就需要帮忙先 cover 一些化妆时间，让他们多睡点觉。带领犬在干嘛？你看傻不傻？傻不傻？大家好，我是傻哥带领犬。是8:38，然后我带他去看比赛，因为今天有洋基队，王建民加油。现在在为那个黑糖玛奇朵的庆祝的话，今天早上5点就起床了。当季前就是你前一天晚上要先看好了你的剧本，然后知道流程在讲。如果有你的台词，你要先全部念过一遍，这样子跟大家在演的时候才不会就是一个人出错，然后害大家抵累，这一点还蛮重要的。今天是全班的戏的话，我应该就是做个灵眼，当个好灵眼的角色，还不是因为连放两次，插个两句话，然后等收工。真都没有台词哦，我等下坐在那边就好了，怕我等下睡着了，希望你不要拍到我睡着的样子啦。OK， 因为现在要赶戏，所以我先换裤子，待会再拍喽。
耶、经过我刚刚在那个角落，我相信你们一定有来拍我的偷笑。然后我现在睡醒了，因为我等一下可能要上场，所以现在赶快先把头发弄走。等一下的戏应该是在教室，然后全班。好，我觉得今天气氛还好 ，OK。所以我打算跟在摄影机玩一下，我会找我的伙伴。大家好，我是棒棒糖阿伟。现在目前呢在做一个装法的动作，因为等一下就要拍我们的新戏叫黑糖玛奇朵。我等一下演呢就是做一个闭嘴的动作，因为本人在下一场没有台词，虽然没有台词但是你还是要演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虽然你没有讲话可是你还是要演到，哪怕是拍你的背面，你背面都要有戏。所以呢我就把我后面做特别漂亮，看到这个辛苦的造型，那总之呢，等一下希望拍摄，就全靠我这个漂亮的一慧姐帮我化好妆，化的漂漂亮亮。哎呀，三半啊，听说他最近要结婚了，好开心哎！你知道在片场很无聊，超烦的，不知道干嘛，就只能玩玩工作人员啊。看你那嘴，牛也会玩。我们是很可怜，在这边就放着，就是工作。其实拍戏真的没有想象中大家这么有趣，但是要体验我们是很辛苦的，对不对？摇头，对不对？微倒，这时候只有出现我跟丫头这个画面，观众朋友一定觉得很压抑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事情就是你们想象中的那样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现在就是在等一些大牌的艺人，就是他们要化妆、用头发。那我们这些小牌的就是在这边等吧。啊，你看摄影师等得很不爽。对啊。啊，现在就是大家空档时间在休息啊，做自己的事情。这就是我们的教室，拍片的教室。是这样。现在谁还没有到位置？我们在等那个人，赶快就位。大牌，小瑞。好啊，好的。还有谁没有到？今天是拍全班的戏，你看很多人是刚好幸运，不然有时候都是一两个，然后还有阿伟，然后伟伟那边。幸好今天比较缓。我回来了。所以这个步骤呢，是每天都会发生的。噔噔噔噔噔，就是拍戏。我们都习惯了。等的时候呢，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情，比如说看一下《公民与社会学习手册》。我最好会看这个。这个也看一下啊。我们刚刚就是在等啊。阿伟啊，大排位。怎么样？啊，我在这里面最大了，谁在讲话？全部给我坐下，已经坐下了。你们没有拍